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最新成就攻略，原神 4.5 五元元滚滚交叉火力活动攻略一常规测试初回。首先，奖励的领取每一个算一个历练点，然后前置任务算一个多一点。第一关，我们直接开始。操作是反向来，你走的方向是它相反的方向，然后瞄准他们直接打就好了。如果你是同元素的炮弹，是没有什么反应的。不过一般也不用特别注意，因为飞速肯定是远远超过的。啊，注意到头场上会出现一些机关，然后我们优先打那个机关，就可以打一个连发。现在只能单发。这关是要打到3000分，打到3000分我们就可以退了。啊，就这个，有了这个连发。稍微注意一下，你看同元素打起来就是没有反应的。好，到分数我们就直接 ESC 退出结算，那这一关就完成了。